可以来回穿越到唐朝，在大唐我是无所不能的仙人。此时苏晨已是带着李二众人回到大唐。这些人怎么都突然凭空消失？难道他们几个都是仙人？这时，吕布发现地上插着的，赫然是小白遗忘的电棍。咦，这不是那个女人的武器吗？他们既然如同仙人一般，那这武器岂不是仙器？话罢，吕布就将电棍拿了起来。可是这末端个武器该怎么用？ 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原来这就是此法宝的妙用，只要接触到便会引得天雷加身。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断体神术？<笑>果然，我吕布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有了如此神器，我吕布何愁大事不成？痛快，痛快！大唐，此时苏晨几人已是回到了大唐，小白就发现。 自己的电棍貌似忘记拿了，主人，不好了，我的电棍好像忘记在那边了。没事，丢了就丢了，再回去也得等7天以后了。唉，小白，一根棍罢了，我给你挑选一件更趁手的兵器。苏晨从系统中兑换了一把电击枪，这是太色枪，能发射电击子弹，必要时刻可以出奇制胜，这可比电棍好用多了。太好了，谢谢主人。老唐看了看，瞬间感觉眼馋。 俗王爷，贫僧也需要一件武器防身，能不能给贫僧也弄一件成熟的兵器？行啊，你想要什么兵器？贫僧想要蒙你店里武器。苏晨一听，立刻拿出一把 AK，AK 火力输出，你感觉怎么样？阿弥陀佛，俗王爷，贫僧是出家人，出家人要以慈悲为怀，怎可使用这动不动就散发的凶器？我听陛下说，您有个武器叫做加特林，常常念叨加特林只有慈悲为怀之人才可驱动。 是首府的象征，我想要拿过。这个老李真是碎嘴子。那好吧，苏晨刚要将 AK 收起来，却不小心一枪打中了远处的铁条。苏王爷，您这 AK 竟然没有打穿这铁条，不错不错，我喜欢。苏王爷，我就要您这铁条了。你确定要一个做饭的勺子当做武器？玄奘看着手中的铁条，满意的点点头。嘿嘿，用剑的叫剑客，用刀的叫刀客，而我用的是票。 以后我就是全天下独一的嫖客。这玄奘莫非是个傻子不成？两天后，程触墨带领军马回到长安，苏晨和李二一起迎接。陛下，先生，微臣幸不辱命，将边境余孽全部清除干净，还抓回来了不少俘虏。哈哈哈，干得不错，触墨，你办事真就是放心啦。可不，人家触墨打了胜仗，不像某人被打得节节败退。<笑>触墨呀，你这次功劳甚大，朕要大大封赏。 大大封赏，陛下，你要赏赐我什么？朕奖励你给朕的无极殿装电梯。贤弟呀，你答应过朕，要帮我在无极殿前弄个电梯的，那我可就把这件差事交给触墨了。什么？陛下，这叫什么奖励啊？你不能坑臣子啊！触墨，我看你是忘记你的身份了吗？敢对你的皇帝如此说话？哼！哈哈哈，好了好了，一会我命人送一箱黄金到你府上。 这是资金，多余的就归你了。哦，真的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那陛下，我先去安排人手，就坐等先生的设备了。去吧，去吧。你个老底头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给你装电梯？有的，有的，你答应了我两次了呢，可能是喝多了，忘记了。好吧，这次就依你，下次我可不给你留面子。嘿嘿，走走走，咱们去你那里喝一杯。宫内长廊。 长乐，此时正偷偷摸摸地站在苏晨汽车的后面。哼，苏晨，你这个大猪蹄子，有了新欢就忘了我，我砸你胎，放你气，让你开着这个车去找那个姓唐的。就在这时，苏晨和李二正好走了过来。李治，你蹲在车后面干什么呢？啊，父皇，我。长乐公主紧张地藏起锥子。父皇，我只是吃饱了撑的，出来散散步，我这就回去。哼，好你个苏晨，遇到我竟然连招呼都不打。 果然，男人都是薄情寡义的。<笑>是谁在骂我？苏晨一边说一边瞥向老李。你个老底头，我都没搭理你女儿，你还骂我？行了，贤弟，快去喝酒吧。上车。等等，贤弟，这次能不能让我来开车？我好久没开车了，手好痒痒啊。得吧，老李，你下次自己开的时候再开，千万别带上我。哎呀，贤弟，我慢慢的开还不行吗？哎，上车吧。 随后，二人上了车，待了5分钟都没有启动。老李，你行不行啊？别催行不行，我再找感觉。看我的超级起步！李二一脚油门就窜了出去。不好，这车怎么歪着走啊？
老李，你我真……苏晨话还没说完就昏了过去。贤弟贤弟，雨衣。李二寝宫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苏晨缓缓醒来。咦，这里是哪里？主人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李二听到了动静也冲了进来。贤弟，太好了，你可算没事了，此事都怪朕，朕就应该让你开车。苏晨睁大眼睛看着二人，迷茫不已。等等，二位，你们是谁？怎么穿着古装啊？这又是哪里？这是在拍戏吗？贤弟，别开玩笑了。就是，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可我真的不认识你们啊。啊，主人该不会是脑子坏掉了吧？来人，快去传太医。放心吧，贤弟，通过你给的医书，朕的太医现在都个个医术高超，肯定能尽快治好你的脑子。不是，你们脑子才坏掉了，你们到底是谁啊？再不说我可报警了。贤弟，你真的不记得我和小白了吗？我是你的结义兄弟啊，同时还是这大唐的皇帝。小白是你的女仆，你是我大唐的一字并肩王啊。你是有病还是拿我当傻子玩呢？还大唐皇帝呢？大唐皇帝带着大金链子啊，还 TM 开车。而且你个糟老头子，我怎么可能跟你结拜？我还想多活几年呢。